刷牙技巧。有咗合适嘅牙刷，亦都要配合正確嘅刷牙技巧㗎，包括对于上下牙齿咬合嘅平面同埋黏合旁边嘅齿面，用水平刷牙嘅方法，即係前后移动。垂直刷牙方式包括上下移动牙刷，喺牙龈同埋牙冠位置以旋转式扫过刷毛，係被视为进阶嘅方式，係牙医最常嘅建议。刷毛同埋牙刷表面呈45度角，并且指向牙齿咬合面嘅方向。当刷毛喺牙齿间震动嘅时候加压，处理牙齿间轮接面嘅清洁。呢一个步骤喺正常情况之下，都会同时清洁到牙齿嘅颌侧面同埋舌侧面。频密度建议每日刷牙两次。建议使用含氟化物嘅牙膏，以加强珐琅质同埋防止蛀牙。好多牙膏都有对付敏感牙齿、牙龈炎、口气、牙石嘅成分，但系请你寻求牙医嘅建议，选择最适合自己口腔需要嘅牙膏。